一张网约车证引出连环案件，但是没想到牵扯到这么多人。大海捞针，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再通过这个漏洞进行追查，追踪虚拟身份，侦破一波三折。真正的嫌疑人是谁，然后咱不知道。无所不能，一线正在播出。2018年12月18日，一个名叫杨平的男子到胶州市公安局富集派出所报案，称自己遭遇了诈骗。过来时候吧，感觉这个报案人就感觉有种要哭出来的感觉。当时他情绪很激动，就是也很害怕，怕自己摊上事。杨平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说自己在几个月前办了一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现在他怀疑自己办的是一张假证。我们也没见过这个网约车证到底长什么样子，给我们展示的那个证上有个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吧，确实可以扫描出信息。二维码能扫描出信息，怎么就证明这是一张假证呢？民警仔细询问了杨平办证的经过。杨平说，几个月前他接到了网约车平台的通知，要求他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否则将会被取消平台资格，这让杨平犯了愁。哎，怎么说呢，这个网约车司机选择这个职业学历相对都不是很高，那个考试还不好考，都说有捷径的话就走捷径。那个正规的时候你去学习还得耽误八天时间，你说不干活那么还得养家嘛，孩子还得上学，那么花钱都不想这八天时间浪费了。怕考不过还怕耽误赚钱，杨平就开始四处打听，想找关系办证。问来问去，一个叫张某祥的朋友说可以帮他，就说不去学习就能去办这个证。我就问这个真吗，他说你这个办出来之后可以到网站上去查。而且张某祥还给杨平推荐了他们发布在某视频平台上的宣传片，声称他们有内部关系。办理从业资格证，联网可查，无需考试，轻松拿证。有这个证的叫驾驶员，没这个证的只能叫做驾驶人啊，这叫从业资格证，我们跟公务员是一个级别的。就是嫌疑人呢，就是说通过那个短视频还有微信朋友圈发布一些，就是他们领着那个群众去办理那个驾驶证了、运输证了，或者是网约车证的一个短视频。在发布视频的同时，还告诉他们在这个驾校还有政府这一口的吧，都有人都有关系，可以通过。这个交上钱不用参加考试，甚至说有人可以带他们去参加考试，就能把这个真的证件给考出来。通过这几种方式的宣传了解之后，就认为这个人确实是个本事人。不过张某祥告诉杨平，他们的费用比参加正规考试要贵一点，办一个证件需要1300元。正常的网约证去报名的话，九百八左右吧，不到1000块钱。因为当时我们能理解，那有找关系嘛，所以要贵一点，所以这个比较合理感觉。要是便宜了，感觉还不正常了。于是杨平和另外四位司机凑了6500元交给了张某祥。拿到证件后，杨平立即登录了网约车平台提交资料，却并没有成功。杨平赶紧拨通了张某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证件是在青岛市主城区办理的，虽然胶州也归青岛市管，但是青岛市主城区和胶州的信息没有联网，所以在胶州的网站上查询不到。为了打消杨平的顾虑，张某祥给他发来了另外一个网址。我二维码扫的话也就出来了，自己的资料都有上面，就以为是真的了。扫描二维码顺利通过验证，这让杨平放了心。很多网约车司机听到杨平的事情后十分羡慕，纷纷找到他，让他帮忙办理证件。杨平想都没想就应承了下来。就这样，通过他办理的证件越来越多，他还从中拿到了不少的好处费。不过2018年12月18日，
一个司机突然怒气冲冲地找到了他，说他办理的证件是假证。我一寻思这个事不对，上传了，结果验证通过了，问他，我说你确定这是个假的？原来这位司机有亲戚在胶州市交通部门工作，听到他们花钱就能办证的事情后，感觉这件事情有蹊跷，就建议这位司机拿着证件到胶州市交通局现场查询。结果工作人员当场告诉这位司机，他手里的证件属于假证。他是绝对是假的，那交通局验证的，给你没有资料。结果咱一想吧，就支支吾吾的，就不想退钱。我就感觉这个事态比较严，有点严重了。杨平赶紧联系张某祥，对方却支支吾吾，始终不愿意正面回答证件的真假问题，这让杨平出了一身冷汗，马上报了警。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警方随即展开走访调查，调查中陆续又有40多名网约车司机报案，他们的经历和杨平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引起了胶州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小案，我局党委一直非常重视，要求各警种部门要以破大案的这个力度去破小案。我们马上成立了有刑侦、反电诈中心、技侦、网侦、图侦各派出所组成的这个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12月18日当天，民警将张某祥抓获。张某祥交代，这些证件都是他通过一名网友办理的，每份证件只需要400元。买假证，不是30、40万应该，有一部分没下来那些。光想怎么能把这个钱忘到手？张某祥的这位网友昵称叫 AA 为你解忧。张某祥把办证人员的照片和身份信息提供给 AA 为你解忧。只要几天，对方就会把做好的证件快递过来。那么，这个 AA 为你解忧又是什么来头呢？民警通过寄件地址追查 AA 为你解忧，发现对方每次寄件时所填写的信息都是假的。往外发快递的时候，使用的是假名，叫马龙，然后手机号也不是留他手机号，然后这个地址他实际上是从江苏东海那边发快递，但是它显示是从山东郯城发的，这些都是说迷惑警方侦查的一些手段。AA 为你解忧还多次提醒张某祥，不能向外界透露自己的身份，要跟他联系只能通过微信留言。加微信也是频繁的更换微信号，而真正的微信的注册信息也不是他们本人，你电话今天能打通，明天就可能联系不上。民警筛查了海量的通信记录后，终于锁定了网络昵称为 AA 为你解忧的嫌疑人杨某，以及专门负责制假证的孙某某。在这两个人背后，是一个分工明确的专业制假团伙。团伙里，杨某和孙某某分别负责网上接单和制作假证，而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李教练则是负责招揽生意。有这个证的叫驾驶员，没这个证的只能叫做驾驶人，啊，这叫从业资格证，我们跟公务员是一个级别的。那么李教练的真实身份又是谁呢？经调查，李教练使用的手机同样也是用假身份登记的，警方很难通过李教练的短视频账号找到真正的嫌疑人。就在民警试图通过其他手段寻找李教练下落时，沉寂了许久的李教练突然更新了短视频。嗨嗨，看这里，代办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报名的速度报名了。下一个目的是到某个地的另一个城市的道路交通运输局要去参加考试了，需要报名的抓紧时间交钱，我给你们把真的证件给考出来。民警注意到嫌疑人曾经到胶州拍摄过短视频，那么他驾驶的车辆就有可能被监控记录下来。在查看了各大路口的监控录像后，一辆白色轿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调取了这辆车的信息，锁定了车主的儿子张某某。
确定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通过涉案资金流向对三人的落脚点进行了调查，并最终通过银行账户信息锁定了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另一部分人呢，就是根据这个信息流、资金流还有人员流，开展详细的追踪溯源工作。先后追查到七级、八级账户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这个真正嫌疑人，这个他的账户信息。不过，嫌疑人杨某和孙某某所在的村子情况复杂，抓捕难度很大。就他们当地反映说，民风那边比较彪悍，你如果说这个力量悬殊的话，很容易发生冲突，然后导致嫌疑人逃跑。那么抓第一个的时候，有可能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惊了，所以我们当时选择在警力允许的情况下，全都同时抓捕，而且还得扣取他的赃物、他的造假设备，还相那些证件，作为一个定案的证据嘛。所以说，我们当时确实有点难度。终于，警方掌握到一条信息：2019年1月3日，杨某和孙某某可能要到村子里的一户人家参加赌博。要是租房，他一定要把他这一定不能弄住他，因为他俩非常狡猾啊！在后面把他俩位置锁定了。那进去之后吧，再把他看控制住。那些赌博了好说，但不敢说，因为他一个村可能都干这个。对。所以说，咱一定要千万注意安全，保护自身安全。啊。我们一进城之后，发现嫌疑人整整高达十多米，站在桌子上，高喊一声：“都蹲下，谁也不许动，否则开枪。”然后用在这个比较严厉的这方式，将十余名嫌疑人生生的给镇住了。随后，民警来到了孙某某家一处废弃的房子，人肯定就将这些指甲、这些所有的这东西会转移了。我们当时都惊出一身冷汗，短短的这么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嫌疑人能做到这么快的速度，而且那一个三轮车带着棚子已经撞得满满的了。我们进入这个房间之后，发现全都是这些假证，满满当当的，这个场面直接让我们感到很震撼。这就是从全国各地从嫌疑人那缴获的这个查获的各种证件，这边是公章类的，从这个出生证、结婚证、离婚证、生育证，还有火化证、毕业证，什么各种从业资格证，这些包括咱的居民的户口本，一应俱全。也正如他所宣传的，无所不能，为你解忧，为你办一切证件。原材料成本大约有多少钱？原材料成本的话不到十块钱。民警当场查获各类伪造的证件以及半成品制假材料共1000余件，发送制假信息用的手机16部，在这些假证中还有13张正准备发往上海、安徽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一开始在分析研判的时候，咱不确定这到底是个，这是一帮什么人，为什么要干这些？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会不会对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构成威胁？对这个乘客的安全会不会构成威胁？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明白。那么，这些人伪造网约车驾驶员证件的目的是什么呢？警方进一步展开了调查。调查中真相令民警大吃一惊。经过我们梳理之后，发现这帮人很多人竟然有盗窃前科、持刀伤人前科，还有的有抢劫前科、入室盗窃前科，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随即，警方对其中涉嫌犯罪的人员展开抓捕。
那么这些假证为什么可以通过所谓的二维码验证呢？这就是我们查获的这个网约车驾驶员证。这个证吧，它的材质跟它的这些编号的印章，我们很难用肉眼来分辨的。再一个就是它的二维码，二维码吧，我们用手机扫描，它是可以登录到那个交通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网。啊，它是那个网站呢，它是用建了个假网站。你在搜索的时候，它还会将这个虚假的政府网站拍在真正的政府网站的前边，而且后边还标上官网这两个字儿。那人会相信官网是真的，然后打开官网的链接之后，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它标上这个查询的端口。而骗子吧，会把他那个网站、假网站上的那个查询平台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从头到尾吧，都一系列的给你挖好了坑，等着你来跳。你不管你办什么证件，你是网约车也好，还是你办那个身份证也好，还是你驾驶证、行驶证也好，不要因为你这个急着用，就去走一些捷径，啊，走一些不正规的渠道。不听、不信、不软款。如果发现你们被骗之后，要及时拨打110报案，或者我们公安机关也不会存在什么安全账户要求你转款。也提醒广大观众朋友们，购买使用假证，是一种违法行为，应该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以说是，购买使用假证，方便一时，后悔终生。普通家庭遭受频繁电话骚扰，听见打，就听见打，早晨，有时候晚上半夜也打。一不小心，深陷连环圈套。哪会有无缘无故让你占便宜的事情？你想一想，我把钱放给你，借给你，我还无利息。层层起底，揭开套路背后的罪恶。圈套一线正在播出。喂，我不知道啊，这别给我打电话了。王女士今年33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几天她频繁被陌生电话骚扰，让她不胜其烦。最早接到电话的是王女士的公公张大爷。2019年7月24日，年过七旬的老人突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他就说，王美丽来我们这个平台借的钱，他说是可能几千块钱儿。他说你跟王美丽说一声，叫他赶紧把这个钱还上。没过多久，王女士的手机也接到了类似的电话，这让两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电话那头的人说得很明确，王女士欠了他们平台的钱，需要到期偿还。别的平台就给我打电话，还有平台打电话就是逾期了，就是说，借钱到期了怎么不还？就是问我，我说我没借。然而，无论王女士怎么解释，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她接到骚扰电话的频率越来越高。我接到有一个，微信上有个那个平台的人，加我，骂人，就是说难听的话。打电话就是，我是什么，好像是平头哥是什么玩意儿，他就开骂了。在王女士遭到电话骚扰的同时，她欠钱的消息也几乎传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我父母接到电话，俺家我姥接到电话了，俺家这个我大爷也接到电话了，我朋友有几个朋友接到电话了。我朋友接电话就说，说我在他们那欠钱，意思叫我朋友帮他还，好像是。告诉你，再别给我打电话了。处境尴尬的王女士只能挨个向亲戚朋友解释，生活陷入了混乱之中。他是一直打，一直打，天天打，几乎天天打。早晨，有时候晚上半夜也打。本身这个家庭就特别困难，你说再炫露进去，炫露几万的，还能不能活？根本就不能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王女士来到了汤山城派出所向民警求助。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在第一时间对王女士的银行卡流水信息进行查询，发现王女士的账户内确实有钱款进账，进账金额为2800元。进一步调查显示，这笔钱是通过王女士的手机进行网络借贷的，这让王女士一下子想起了13岁的儿子，因为唯一能接触到王女士手机的只有她的儿子。孩子用她的手机，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这种 APP 平台贷款平台，贷了几千块钱。王女士的儿子说，他是在打游戏的过程中看到了一条弹出来的贷款软件信息，从一个叫平头哥的贷款软件那里借钱。按照软件操作流程要求，王女士的儿子拿着母亲的手机一步步开始操作。 APP 他会给你规定好了一些操作流程，比如说这个输入姓名、手机号码、上传身份证，还有一个人脸识别的功能。在最关键的人脸识别验证环节，王女士的儿子用了一张王女士的照片，谁知道竟轻松通过了验证。你顺着他 APP 规定的这些流程往前走，走到最后啊，有一步是上传手机通讯录的功能，然后点同意就可以完成这个整个申请贷款的这个流程了。就这样，王女士的儿子成功地借到了2800元，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陷入一个设计好的套路。就在警方对案件进行追踪调查的过程中，又接到多起类似报案。在这个辖区内其他各个派出所也陆续接到了3-4起报案，都是这个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每天接到大量的催款电话。通过询问吧，我们发现他们这些贷款人呢，贷款的数额都是不同的，1000到5000之间。经过对案件进行串并，民警发现这些人所使用的贷款软件都大同小异。就是什么名字都有，但是虽然名字不同，我们通过进入到 APP 软件里面去看，那个大同小异，宣传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警方安装了其中的一个借贷软件进行调查，发现注册流程十分简单，放款也很快捷。在借款申请页面可输入期望借款金额，在输入相应的借款金额之后，就可以点击申请下单。你贴完申请借款额度之后吧，他会给你一个综合评估的反馈，不是说你申请之后你申请多少他就给你放多少。表面上看起来一切正常，不过当民警对这个借款平台进行进一步调查的时候，发现了疑点。网络借款平台以低息、免息、无抵押等为广告词，吸引用户进行借款。那么在借款成功后真的是免利息的吗？比如说选择申请1000了，他在几个小时之后吧，就会把这个钱打到你指定的银行卡账户上边。当你查看银行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申请1000块钱的话，他给你这个你实际到账的金额只有700块钱。以这个30%的砍头息服务费，那么收取这种服务费来赚取他的这个平台的一个利润。通过服务费的方式变相收取高额利息，只是借贷平台套路的第一步。而当7天的借款期限到了以后，受害人就会接到催收借款的电话或者短信。你到了第7天，他们就会先打电话对你进行所谓的催收。那么对那些想还钱又还不上钱的受害人，这些借贷平台又有什么套路呢？还不上怎么办呢？那么还不上，你已经在这个网上有这个贷款意向了，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会向你再推给你一个平台，让你在这个平台继续借款，再还给他，最后你的这个欠债的数额越来越高。这第二个套路就是给受害人推荐一个新的借贷平台，让受害人在新平台上重新申请借款，然后用新申请的借款来偿还老平台的借款。
这样看似给受害人找到了出路，但受害人在一分钱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借贷的总金额却一下子多了许多。一些受害人甚至有多次被转手到新借贷平台的经历。身边一个朋友，然后他在这个平台上借钱，已经积累到十多万还不起了。这样你借了多少？可能最开始就借了1500那样，最后已经积累到10万多块钱。因为我的亲属家的小孩都岁数不大，十几岁，玩玩游戏机，不敢跟父母要钱，回头你自己就在网上下载，就开始给你贷款，而且贷了1000多块钱吧。这个时候，借贷平台就开始利用在借贷阶段上传获取的通讯录，对受害人的亲属、朋友、同事等进行电话轰炸。如果你不还钱，他就采取下一步的，对你这个亲戚、同事啊、单位的各方面的联系人进行滋扰。喂，小高是吧？哪位？大王贷款的，4点了钱老妈没还上。等一会儿。等几会儿了？啊？这需要通过你亲戚朋友给你去借是吧？啊？你这边是不是没有钱啊？不是，我就没几个字了啊，我没。不是你有钱吗？你留你妈是吧？啊？咱是不是老客户了？你们平台怎么这个？你是老客户吗？老客户有你这样的吗？有意思没意思？你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让你妈去给你借啊。喂。哎，我说徐红，你这个点击易借的这借款，你跟我说的几点？现在几点了？你怎么没处理啊？我今天没法处理了，逾期了。啊、就没法处理，处理不了了是吧？对。你家里人知道这个借款情况是吧？这4000来块钱没有啊，是吗？借我帮你借吗？借、了，我现在我就联系哈。你家里人，你这些亲戚朋友哈，你借不到，我给你借。喂。喂，你好，徐博是吗？对啊，这边是快花花的，你在快花花办理贷款期间，你边谁简单处理一下。喂，我现在已经负债累累了，现在已经家破人亡，工作也辞了，准备去公安局自首了，你们走流程的走流程吧。我这边是税收部的，你的这个借款怎么没有处理啊？一直没钱了，处理不了，要过一周吧。你今天应该履行义务，你履行了吗？1400块钱，一个大老爷们儿到现在还凑不起来，还告诉我一周以后再还。确实是凑不起来呀。我这边也给你解决方法了，赶紧的跟你亲友说，身体不好的该关机关机，那些上年岁的打过电话去，然后哎呀一情绪激动再出点什么事儿，那多不好是吧。这一段段的电话录音就是形形色色的非法借贷平台向受害人催要欠款，这些电话严重扰乱了受害人正常的生活，甚至有人因为频繁被电话骚扰导致心理崩溃，而且被骚扰的并不局限于借贷人本人。整天打不停的骚扰，后来才得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借款平台上借了2000块钱，然后电话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了。在对这个犯罪团伙进行更为细致的侦查之后，民警发现借助网络的放大效应，该犯罪团伙涉及的借贷金额超乎想象，涉案金额呢达到10几亿元，涉及全国被害人呢达到100多万。虽然每笔这个金额比较小，但是累计起来这是一个相当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么它呢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危害性以及社会的隐患那是非常大。网络套贷啊，它不像线下，线下可能是他受影响的是一个区域，那么他在网络套贷啊，他在网上，这互联网是无边界的，现在全国各地啊，众多的受害人他都波及到，所以在这个全国各地都造成很大的影响。经过专案组民警网上研判、网下摸排，迅速查清了这个网上套路贷团伙的基本情况。这个公司啊，对外啊就是一个那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说从事一些软件开发的。然后实际上通过深入调查发现，接到报案的涉及到这几款 APP 都是这家公司做的。在受害人无法归还利滚利的贷款后，催收人员就会登场。
经调查，这些频繁打电话的催收人员并不属于借贷平台员工，而是外包给了所谓的催收公司。这些催收公司分布在多个省份。我们掌握的几个催收公司，发现在江苏的徐州、山东，包括四川，那么都有存在这种和我们打击的这个 APP 平台有过合作的催收公司。这些公司呢，也一直在为这个平台公司进行催收。进一步调查显示，催收公司和软件开发公司在网络虚拟平台上保持了密切沟通。APP 平台呢，把需要催收的这个贷款人信息、电话号码，包括其他数据，通过平台呢，传输给催收公司。催收公司呢，根据这些任务量，那么进行有针对性的催收。那么呢，平台公司呢，根据催收公司的业绩，给催收公司呢，一定的劳动报酬。很快，这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涉嫌诈骗、敲诈勒索、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等犯罪证据被收集上来，多组民警奔赴各地对相关人员准备抓捕。确定了这个犯罪团伙，也就是这个公司集团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以后啊，那么呢，我们对这些人呢进行落地侦查。通过侦查呢，了解他们的平时的活动轨迹以及人员情况，包括他们这个办公地址。在浦东机场的候机大厅，民警将几名将要离境的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在将嫌疑人控制住以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嫌疑人随身携带的电脑进行检查，并对现有的证据进行固定。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里边发现了这个很多相关贷款人的一些这个数据，然后他们也如实供述了他们自己开发并利用这个 APP 软件实施的这个诈骗的行为。其他抓捕组同时展开行动，对分布于多地的催收团伙成员实施抓捕。在抓捕的众多催收人员中，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已经涉嫌犯罪。催收人员小王，22岁，幼师辞职后，在某招聘网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看到的是信用卡逾期提醒，客服换了这份工作就觉得特别轻松，特别轻松，就光坐那打电话也不操心什么的。在入职前，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他，他从事的岗位是银行信用卡逾期提醒客服。说白了就是打包通讯录一种方式，不断地进行滋扰骚扰。那么一个是对被害人啊，这个个人隐私是个侵犯，对被害人的名誉也是个损伤，而且这个对亲属这个正常生活也是个该有的自由。截至2019年8月2日，专案组先后赶赴浙江、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共计抓捕涉案人员148人，彻底打掉了这一套路贷团伙。